宝子们，我又翻出了老古董，这玩意儿已经不记得啥时候买的了。我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没玩过火漆拉棒的博主了吧？咋这么硬，用指甲抠都抠不下来。来吧，今天就用它们来做火漆壁，看看跟拉力做的有啥区别。这玩意儿咋用？不会就这么怼上去等它融化吧？哎，我发现它融化的好快，几秒钟就融化好。怎么玩的吗？